站住！现在开始检查作业。我们已经完成了，老师。老师，快看我的，这可是我妈妈精心给我准备的，一定是最漂亮的花儿。大宝，老师让我们带的是花朵，你怎么还带蔬菜呢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大宝，这是给你的花。妈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这样的。妈妈，你给我买一盆花吧。怎么了，大宝？老师说明天要我们每人带一盆花做班里的植物角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我要去上学了，给我准备的花呢？什么花？妈妈，你不会忘了吧？糟糕，我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？这下可怎么办啊？有了，我怎么可能会忘了呢？给你。太好了，这么神秘还用东西包着，妈妈一定很用心给我准备，我的一定是最漂亮的花。就是这样，是我忘了给你准备了，对不起啊，大宝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吧。老师，这是我带的茉莉花。不错，小雪带的茉莉花很香。小雪，你去教室里把这盆茉莉花放在植物角吧。好的，老师。小妹，老师不是让带花的吗？你怎么什么也没有带？对啊，不是的，我带了。带了的话，那就快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。我，熊妹，你不会是撒谎的吧？才不信呢，不信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花不应该是一种植物吗？对呀，熊妹，你这是什么？老师是这样的。妈妈，我们老师说明天要带一盆花去学校呢，你可以帮我准备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熊妹，妈妈实在是太忙了，没有空帮你准备。不说了，妈妈又要忙了，你自己在家乖乖的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妈妈没有在家，我怎么带花去学校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嘿嘿，我可以用卡纸叠一些花。就是这样，我妈妈很忙，没有空给我准备花，我就自己动手用纸叠出来了这些花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关系的，熊妹，熊妹真是心灵手巧，做出来的花朵也很漂亮。谢谢老师。熊妹，记得一会儿也把你做的花放到植物角。好的，老师。小贝，你带来的花呢？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嘿嘿，老师，就在书包里呢，这可是我精心准备的花，你们一定都会大吃一惊的。真的吗？小贝姐姐，你快让我们看看吧。你们看。小贝，这是什么？老师，这可是泡面花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看着就想流口水？小贝，我这是第一次见还有泡面花。大宝，我看你就是羡慕我。才不是呢。小贝，你真是越来越淘气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更喜欢我们谁带来的花呢？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